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北辰，晚上好，小妹妹。哎呀，晚上好，康康。哎呀，我这不是，我刷微博呢，我刷着刷着刷着，我当时我甚至还给北辰点了个赞，你知道吗？那他发那个，我甚至还点了个赞，结果赞完，然后过了一会儿，我就睡过去了。我睡过去以后，到现在了，到现在还是因为，还是因为什么？还是因为 C 醒了，他醒了，然后他来叫我了，然后我说什么？我一看时间，完蛋！哎呀，凌晨好，好久不见，错过公演了，没关系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我腿起泡了。嗯，这有个泡，烫起泡，谢谢错。为什么会猜到？我能睡着，为什么会猜得到？什么意思？你们知道这杯奶茶怎么来的吗？是我打赌赢来的。睡好了，睡好了，喝啥？喝奶茶呢？我一觉睡醒，喝了点奶茶。我看到了，我签了，我还给你画了个水母，和谁赌？我要过海赢赌。我们赌一些不可说的内容，反正关于新生出道的，反正我们赌了点东西，但是赌的什么不能说。总之就是。赌赢了，这看你微信。行，我一会儿看看微信。我还没打开微信呢。我今天开始，对，这雪人 不是，你都没来，滚！什么开房间？你问北巴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怎么知道？你问我，去吧，我加油。我明天休息，所以我决定明天八五。我昨天扒了一手，我腿起泡了，好痛！头发起来了，不想去，哼。我都不想说你，你是那种不让去就会不去的人吗？不是。去，要累了。我休息休息，我要上去炫肯德基，炫，无所谓，我会在凌晨吃一份肯德基。你们不觉得它其实质量挺高的呀？我觉得，它只是灯光问题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觉得米八新人确实挺质量挺高都挺好的，其实。假推，哼，写申请了吗？这假推 没有可能。我今天收到的，我今天我还炫了一份关东煮。不对，看哥哥，很像，没有吧？我觉得好看，但是你没觉得像，但是好看。我觉得我和他眼睛可像了。主要我挺喜欢他的是什么？因为我睡了一觉。谢谢大师的红袜，确实像，真的吗？小郑，看到我出道是吧？那个眼睛真的很像，他眼可能眼妆的问题吧，真的很像。李哥，李哥悄悄的重生，我告诉你。其实新人很多的，只是只选了两个出道而已。嘴巴还藏着很多新人呢。最后一张图，哈哈哈哈，就是两个人。我觉得他上半截很像，就是我没看见，就你们，谁没看见？尝尝你，
你是二号北猪是吧？其他人不知道，不知道公司的安排。我以为他们会一起出道，最后只选了2个人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其实还有挺多的，我是怎么做到无视他？他也没有那么显眼，其实。他认出我，主要是确实像我跟他俩，我俩就是肆意拍了一张那个我们几个人的自拍，我跟他站在，我跟他放到一起，真的，一模一样。蓝头发，没注意，我在专心的和我的粉丝们聊天，裙子有点怪怪。你是说哪一套呀？6周年吗？还是，韩立？你知道我敢吗？脏脏装，很像。清明时间，半个小时也够了呀，也没人找我钱，再找四期差不多，挺多的。尾巴现在挺多新人的，尾巴现在住了，哎，他是走了吗？有个挺可爱的妹妹来了2天，后来没看到了，不知道我是走了还是怎么。我这样说，我就一开始来有人找我，后面我倒在那睡着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像，当时一起，分队，不知道，没收到谁啊？谢谢小王的高级马卡龙，你今天听声助了没有？看看公演了没有？趴在桌子，哦，当时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当然听了，不错不错。那啊，那种，哦，太难受了，真的。不错不错，夸夸。主要是我还挺喜欢他的。就是那个郑昭萱，我还挺喜欢她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你看着一个，就是因为我自己还是很喜欢我自己这张脸的。然后就是她长得也挺可爱的，她长得挺可爱，她我觉得她长得真的挺可爱的。然后她讲话是甜甜的。然后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他每次就是甜甜的看着我，前辈好，前辈拜拜，特别啊！我当时就你知道吗？我懂那种犯偶像的感觉了，真的很甜。你就想一个小后辈，就对着你前辈拜拜，这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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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满足了我的虚荣心。满足我的虚荣心。是蛮多的，那你送我一个发电吧，谢谢。真的很甜啊，你就想一个，然后小后背真的很喜欢，哥哥说话也很甜，哥哥对我也没有很甜。因为我喜欢的就类型就是甜美，星辰就俩。你去看看，有点胃痛，为什么？你要重？我没有重生啊，我没有重生，我只是喜欢有人甜甜的叫我前辈好。还会出道，今年应该还要出道挺多的，因为北巴现在挺多新人，因为北巴现在挺多新人的，总不能一直藏着人家。都说不知道，你下次你喊呀。那你喊呀，没赶走，为什么会赶走？人家没啥呀，一般不会，就是不会太赶，很少会赶走。下次来喊呀，我等着你。会不会被骂？那我不知道，反正骂的不是我。
把他喊，你最好喊最大声，因为心里说没有，电池实际有啊，有啊，只是不多而已，好尴尬。你就甜甜的，甜甜怎么不能大声了？下夹子，那我等你喊，你去补一下公演吧，然后你过来跟我说你重生了是吧？夹一下，我本来都走过去了，你一喊饭头我，肯定行。你不会重生，你会悄悄的重生，一个心一个 Z。好多 ZZ 叉，好多 ZZ 叉呀，八号喊call的时候，八号真的有人，真的有人，就是真的有人给我喊call。哎呀，我觉得我今天这个眉毛颜色有点深，我后来看了录播。前辈，我真的很吃这一套。我真的很吃这一套。没开呢，没开呢，过年才会开。很久，不是，我就喜欢就是小后辈甜甜的喊前辈。我真的太吃这一套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本来就平平无奇的，但是我当时去二楼找李四奥来着，然后我刚准备上楼，我都上了一半了，然后他扒着那个门，他说前辈拜拜，我当时那一秒钟，哈哈啊哈哈哈哈，那一秒钟我就非常喜欢。真的很爽，真的很喜欢，我真的很吃这一套。那倒也没有心动，那倒也不至于，只是就是很享受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很享受这种感觉。哪里渐渐变成什么？谢谢丫丫的荧光海呀，谢谢猫的大扑棱蛾子，你怎么突然送一个大扑棱蛾子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说这个时节送大扑棱蛾子的，我都觉得有问题。有些人你是软妹，就是八号是，你是想丢个？好的，那祝你以后，祝你每次在我直播间都能丢个大扑棱蛾子，新年快乐。你发了个啥？我显示不出来。问你信任的声线，哼，我就知道。你最好不要让我看到你去新人直播间送发癫，这样的话我就会向你索要三个发癫。新人没有声线啊，新人没有。那肯定送。那你送那边一个，送我三个。要整年。哎呀，我真的好痛啊，这个泡。这不是要长溃疡吗？哼，哪里有新？没有新人，没有新人。我就是新人呀，我就是十二期，我就是十二期小宝贝。我都喜欢。他俩最近，他俩就是这一批里面，我最喜欢的两个都出道了。那么像吗？谢谢漂亮的圣诞树，祝你新年快乐好。我们过点那什么，我们祝你新年快乐，天天开心，天天有网不长胖，祝你变成软妹。我以为至少会有四个，结果只有两个。反正前几天才定，很强，其实也有挺强的，但是我可能公司考虑的不一样吧，
我觉得其实另外有几个都挺好的，能力也都挺都不差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公司的想法你也不知道，各自不有关，没有吧？到时候好的，谢谢你，最好是投我，而不是猫猫噗噗，我气死了！我今天我刚回来，我刚坐下。然后我就看墩墩在拉屎，我看到那个猫砂盆周围全是屎，我说不对劲，我一拉，我一把它拎起来，屁股上站着那么大一坨屎，那么大一坨屎，现在的舞台。但是我觉得就是，如果是我的话，因为他们当时报批了两首歌，有一首我另一首我会觉得，就是本来他们要跳有一两首歌。一首是《梦想家》，一首就是这个。我觉得出道的话，其实跳那个《梦想家》我觉得会好一点。他毛粘上了，粘了一坨，粘了一坨。然后我拿纸包着把它丢下来，然后我去给它洗了半截儿，我去洗了半截毛，然后我在那吹半天。真的，我觉得他们。出道不适合跳这样的，可能公司的想法就想让他们展现一下实力吧，不知道，公司的想法我也不懂，适合人的，但是我觉得出道的话还是适合那样的歌也多好一点，拿个单簧信封，明儿都赶上了，在最跳的位置。对，一般都是元气，我以为。你看我的湿疹长得好大一片，痒死我了！我一会儿还要去把床单给换了，我的床可能有螨虫什么的。然后我昨天晚上过敏了，昨天晚上腿上起了好多包，换换风，可能吧，可能，反正我们当时不懂。我瓜，新人里面有个挺瓜的没有出道，我觉得他出道的话，他可以当瓜，我其实觉得。但没有出反弹，你还想出抹油？它不是油的问题，它得擦药。没出道，你等他，如果他能出道的话，你就知道。我觉得，他算瓜，但他没有二瓜，他没有二那么瓜，没回家呀，在着呢。他只是跟以前一样，哎呀，好痛啊！这个泡，他跟以前一样，他只是有那么多人在，然后他觉得你可以就放你出道。他现在是这样的，不像我们当时送着，我们当时是生怕那什么全部丢出来了。但其实，如果他不丢出来的话，如果我们当时那批没出道的话，估计我们都不会出道，估计我们都要跑路。就是如果当时没有一股脑把我们扔出去的话，我们可能已经跑得差不多，不会留那么久。我们那期跑得很快的，一个星期跑了一个人，可以去跳男装，把瓜舅来陪我跳生日公演。我们那批有十个人，一开始是有十个人。然后我们三个星期出道，出道了七个人，一个星期一个，一个星期走一个，这上跑，还有洗猫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好惨啊！我真的好惨。你这么一说，现在还剩五个了，现在还剩五个，还行，17算剩的还挺多的了，也还好，一共也就出道了七个，走了两个嘛。都那么大，快乐呀！谁去读苗苗？莎莎读苗，不会，我分人的，就是那种都不 care，我一看就不是我粉丝的，然后我就不会用力。但是就是你知道吗？是我粉丝的话，一般他直接就，你就看他那个架势，你就知道是你粉丝。
所以我就看还能安可。我感觉北巴基本都是九七十七，大部分占大部分。重拳出击，对，就是你要，就是你只要看到架势，就是要跟你决一死战那种，绝对是粉丝，绝对是你的粉丝。为什么？我哪抽你了？我没有，我在跟你快乐击掌，装别人粉丝。不带这么玩的，好吧？就是，对他们，因为看起来他们就不太 care 我，这样的话，我拍他们，我还得被骂呢。一起兵，你顶个一起兵不就说明一切了？你顶个一起兵。这还需要我解释吗？用点最冲下，我真的拍得很开心，看不出谁谁对。但是机长的话，你就看谁对你最用力。就是我和粉丝，就是感觉就是我们都互相都想拍死对方，这样的一看就是粉丝，一看就一定会是我的粉丝，就是。互相想拍死对方的那种，你不想和不喜欢上，但又不能跳机场，你还有个喜欢的，对，你就看谁想拍死你，想拍死你的那个就对了。刚刚收谁的声线来着？都不敢使劲，为啥？我跟你们说，撕吧没有软妹，你就用力拍就完了。你看，你被出卖了，你已经，你手劲大，我手劲也大，我掰手腕厉害。你要问我的话，我当然会告诉你厉害了。你既然要问我的话，我当然会告诉你厉害。反正实际上厉不厉害你也不会知道。谢小猪。哈喽。我说会我掰手腕。我一拳把你我一只手掰死十个。小猪也叫猪红肉，他们都嫌疼，那我们来拍死对方吧。对，叫猪红肉，我就是有两个猪红肉，其实猪红肉的分身。我今天又去干啥啥，捏死对方是吧？就已经不是拍死对方了，这回要捏死对方，谁都拍不过。我其实也差不多，暂时没有发现能让我掰过的人，但是我掰的也不多。等我哪天去试一试，等我哪天去试一圈，好像，对吧？我也觉得挺像的，尤其是他当时蒙着面纱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我好像在重温自己出道。应该吧，但现在不知道能不能握手。不行，我不想跟他跳舞，因为他跳舞太好了，会显得我跳得很烂。第一秒，哦，对，你就有那个势头，你就懂能不能搬过了。出道，7号8号都有公演。但是7号是孟慧的圣诞，8号是我的圣诞，
是经验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现在可惜了？你还好好说话，我告诉你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给我好好说话。我冷场。嗯，学长，那没有，我又不是什么 top，能有人来做，能做满都不错了。我跟你说，好痛啊！溃疡了吧？不会是？现在像不知道啊，应该可以吧？我觉得是可以。下个队，那我没有那个当那个的潜质。拼单超威，你 拼 VV，同班同学去。我想知道我可以不用戴口罩吗？那我妆蹭花了，真的很烦。我真的很讨厌在化了妆以后戴口罩，因为我的底妆是我真的精心就是好好的化的，我的底妆真的不能蹭。整到八号，我真的很讨厌戴口罩，确实，哎呀，主要是平时不戴无所谓，我今天皮肤有点汗，我吗？你看这有两个痘。还行吧，我只长了很多痘，我都遮不住，我已经放弃了，我都不想遮了，因为它虽然好了，但它留印儿，它至少那个印儿能留半年。戴口罩，那不要，它合了。你别说，我真觉得我感染的是猪猪，我真的吃了好多，合了几个，你滚，他让你滚，你两个都合了，哥哥们。那不挺好吗？拖好时间，这可都是钱呢。我今天找姐姐给我那什么了一下，我今天找姐姐给我剪了个刘海，时间太紧张，现打一个。对呀，成像慢，可以多聊会儿。我都没有捂，我都直接是拿着让她自己成像，我都没有去捂她。对，我也觉得第一张好看，但是挡脸了。这挡脸，我就觉得有点亏，你知道吧？赶紧坐着，那你直说啊，我帮你捂一捂，直接就走。你又不说，我怎么知道？你直接告诉我，你说你想赶紧走。我1分钟我就给你悟出来，这还不够快？哪有今天成像算慢的？今天成像很慢的。你是不是工作人员？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卧室里面暖和，没有风，结果他不让我在里面待。里面暖和，怎么他是怕我在阴暗的角落里对粉丝做点什么吗？他不让我在角落里暗杀。我昨天才看了一篇文，昨天晚上看了一篇，说什么
反正他杀了2个人，一只狗，然后他在我就是让警方找不到证据，但是他又想让他又让警方知道是他，但他又让警方没有证据去处决他，特别贱。你就可以了，就是真的，他过一会儿来问我好了吗？我说白着呢，好了吗？还白着呢，我饿了。我还好，我今天本来饿了，但是我炫了关东煮，爽 不是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在知乎刷到的。昨天半夜看了一篇，看完我说要睡觉了，我说今天不行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两天真的天天晚上就是有没有天天就是经常凌晨三点。凌晨3点，我说，我们一个宿舍在那炸豆腐吃，然后我就会给李嫂发消息吃豆腐吗？他就上来，然后我们又会在凌晨3点我聚在一起吃豆腐。韩国我不知道哎，我是刷了那个，反正他就特别欠，黄头发，对，我觉得黄头发太适合穿洛丽塔了。十二宫杀手，那个我没有看过。晚上好，最后抓到，就是他，他就是搞的，就是警察知道是他，但是又没有证据可以抓他。对，我觉得很适合，只是我脸上痘印有点多，遮不住。大家好好保护皮肤，不要像我一样。但其实我也不完全痘印，比如这是痣。开膛手杰克。我这两天就是抖音给我推那种消肥皂，边消肥皂边读那个文，边看边读那种文章，那种知乎上的文，可能是青春。好神奇。对，还有做蛋糕的，还有刮油漆桶的，还有做手机壳，反正各种各样的都有。对，还有地铁跑酷，我最生气的就是地铁跑酷，因为他玩的太菜了。虽然我也很菜，但是我看他玩的菜，我急啊，急死我了。那个我不喜欢看，那个有点吓人。地方顾老师，我真的，他那个地铁跑酷。就玩的我气死了！我说那金币明明可以吃到，他非不吃，他非得躲着那金币。我真的越看我越生气。想你的好姐姐，想吧。我气死了！我每天看那个就是故意，对，他就故意的。还有那个切那个金矿的那个东西，就是里面有好多小人在跑，你要切那个东西，他就会在最后一下的时候死掉，然后就想骗你去那什么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我刷到了，清华北大同时打电话来，我刷了好几次这个，对他们数据就有，但是我一般不会上这种当，我不会轻易被欺骗的。我不会轻易被这种东西欺骗，直接划走。我差不多，我会看看感兴趣我就看看看一会儿我就划走。我还是有点困，其实，但是我不想浪费我的妆。我今天找姐姐，我说我都没说我要什么头发，我说姐姐，你自由发挥吧，我相信你。抖音小游戏啊，我不喜欢玩。知乎，但你19块钱，你可以看一个月很多的小说。我意思，对，Livehouse，你没有完成出来，他把我上面编了一下，然后显得我颅顶很高，因为我这个人不是圆脑壳，我这个人脑壳后脑勺有点扁，也没有完全扁。就是后面有一节是扁的 就是那种能看出来是后天人为睡出来的那种，就是我妈那个年代就喜欢睡扁脑壳，
就喜欢睡扁头，然后从来也不睡的扁头，去老福特。我的那个我不知道还能不能下下来，我都下不下来。等一下发小说，我觉得在知乎的还好，我还能自己找去看，在别的地方的就不行，在别的地方我就找不到。确实，我之前找那个小说找了好多，流行榜，对，结果现在都我的那个我的审美是喜欢圆脑壳。我喜欢圆圆的脑袋，但是我妈他们就会觉得就是要睡扁头啊。我当时我还问他，我说为什么要给我睡扁头，妈妈？我妈说就是要睡扁头啊，好看，我故意的，特地给你睡的。我当时谢谢妈妈。队友解除自动续费，好嘞。我每个月我都自己续，好吧，有时候也会忘。我喜欢圆圆的脑袋，圆脑袋真的很好看。我个人是喜欢圆脑袋，应该不是，对，我原本是圆，就是我这里它是有弧度，它到这里以后突然一下子平下去了，就是能感受到是故意睡出来的。所以我每次做造型，我说姐姐，圆脑袋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你记得帮我后面垫的蓬蓬的。她说好的。姐姐说没问题。就是我后面这一小节儿，有一小节儿是扁，那么一小节儿。喝的茶百道的茉莉生老奶绿，我觉得有点甜，有点腻。我觉得我建议还是喝茉莉奶绿，我觉得茉莉奶绿好喝。因为我研究了刘海，就是那个阴影的问题啊。我就在想，刘海短一点会不会就是阴影就不会打那么大，就它那个顶光下来那个阴影就是不会那么夸张，就不会显得那么丑。跑步像陀螺，就是它就阴影不会那么大，就不会打的，就是哎呀到处都是那种，所以我就剪短了一点，但是剪的有点太短了，但是那个阴影还是有，我都想搞中分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想做一个中分女人。嘟嘟。草莓奶没有哎，适中，对，我就想适中分，但是我披头发的话，我会显得脸特别圆。试试，找个机会试试，下次找我电话。好的，你最好记得还是用微信，你最好记得用微信。确实，反正进去好像要提前了，这样的话我肯定过不了各种关。图图，你又搞恶作剧了。手机签名环节，看手机环节啊？什么签名环节？就是这个颜，这个发色它是好看的，但是它不适合拍照。那提前了什么意思呀？那什么提前？哦，进去，对，但是姐姐也没说是什么时候，她只说提前了，她说具体的她也还不知道，但是也没有提前很多了，反正都是年后。哦，那你确实你没办法，你得给人家准备的时间。有点太晚了，确实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又要开始总选，哎，偷神儿这个吗？你猜他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就是头发。
你猜猜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头发？可以出握手了，黄牛是吧？完全不对，惊呆，不期待。那我的收入，那只有圣诞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真的，这就是头发。对啊，我真没挑几场正经的，我真的没挑几场正经。线下的话，基本都没怎么没挑，基本都没，都可以说没挑，四舍五入都是没挑。结果哎，这么一算，又要中选了，绑不上头发。就是他是用皮筋绑了，然后他再用头发缠一圈，他是这样，亏了，哦，确实有点亏。沿上不知道呢，我觉得没有，一般我觉得会在上海，一般大部分我觉得都是上海，48号9000，我觉得基本都上海，对，要住淡了，住淡，哎。头发等于皮肤，我发质可比我皮肤好多，我皮肤有点差。我也想去，我想去迪士尼购物，我真的很喜欢逛迪士尼。明天开票吗？哦，周二。啊，我怎么刚演完又要开票？太痛苦了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这也太痛苦，我又不跳舞，可是，一开票我就觉得它离我越来越近了。我圣诞的一条裙子，我才刚刚才买掉，好多项目，没关系，我不玩项目，我就去购物，我就想去逛街。我不知道，我冷餐什么都不知道，掉金珠，掉金珠是什么？怎么又要开票？哦，我觉得我真的，我今天在后，就是我昨天，当时跨年那天，春日我还有精力在后面，嘿，我跟着跳，我等等，然后我今天春日我在后面。我做了一整首，不用担心是吧？我真的我就这样坐在后台，整个人都呆傻了，已经 拿鱼竿吸硬币，哦，我都没看到过，它是最近才有的嘛？该装多久？我从早上10点多开始化的妆吧，化10点多开始化妆，然后。到现在，因为他是后来来的，但是他不可能说跨年过年一首歌都不给他，所以就把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是15、16号位这样子的，但是我们15、16号位本来就是在轮着的，所以就很乱，然后就一人分了一首给他，因为总不能，他毕竟也是正式成员，就是所以就一人让了一首，对，那么早，对，就是带妆那么久，然后我皮肤就很差，然后加上我在北方真的有点水土不服，我在南方不会这么长痘，对，拜拜，晚安，所以就这样了，所以干什么都不要当15、16号位。整个加湿器，我也整过，没什么用，可以先卸掉。我很难，我好不容易化一次妆直播呢。明天目标14号，你说什么？不确定，再看看。北84，啊，那也差得太远了。我的什么截图？
别说全团14了，我能当全团48都不错，都已经是天大的惊喜。行，取代，那不可能取代，那不可能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哎，但我觉得六六 Barbie 就是一个当得有点亏，我感觉他除了一个单肩，没有让我觉得他有什么更特殊的对待。感觉公司能给的好像也就那么多，就很亏。对，除了代役，可是代役进圈就是代役了，进圈就能代役，所以我觉得 很亏。哎。那可能有点区别的吧，还是粉丝群体不一样。确实，看看今年吧，看看今年放开会不会好一点。不去 没事，那我就不知道了，认识了。那确实，那确实是，那也不能起头。4号有空，看看。阴阳怪气，我说，啊，真的吗？看看你会经常去北京的。来，北京现在天天有公演。这阴阳怪气什么呀？我有点害怕，你不要阴阳怪气。万一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不能说的，狗命要紧，狗命要紧，彩虹糖冲不过，冲不过，彩虹糖没几个人，不知道 不知道查不查，彩虹糖，那倒也没有屁用，没有，就是彩虹糖。跟人家的群体就是不没有没有办法比的，我有啥也没说，我本来就啥也没说嘛，什么都不差，那还好。但现在其实我觉得除了戴口罩以外没有别的。彩虹糖是我粉丝，哎呀，好难受，我每讲话都在磨这个泡。都不查票 可能你遇到了兼职吧，他就戴口罩摸不定，还是有必要的。现在就是还前预防一些嘛，还是前预防一些。不信，我是不信你不信，也不会出来评论的。万一那快好了的呢？算我相信也不会有这样的人，我们聚聚应该也不会有这样的人。你老上厕所老查就憋着，那不行，那厕所还是要上的。它里面没有厕所吗？它那个厕所就只有门口有一个门，不让进去。哦，今天我一看怎么转了一个方向，全都站在外边堆在门口了都。不是什么？那异空间之前不也在剧场里吗？要动，真的很冷。今天我坐在那儿，我坐了一会儿，坐了一会儿没有人，然后我就回去拿了个衣服，太冷了。好吧，这个我地方确实有点不是那么的大。真的，我今天早上突然就很想穿，但是又没有纸，我让姐姐要纸。姐姐说去找了。我说，那去找了怎么办？
那没有纸，找了那么久了，我真的，我说我憋不住了。他说你先去，你先去，去了一会儿，你带上手机，我一会儿给你送过来。我说什么玩意儿？我说我不。但后来我找了一圈，在厕所找到了纸，真的很尴尬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滚呀！没有，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刚来，然后姐姐没有去拿纸，然后我没想起来拿纸，后来才有的纸。也没有，我本身我也是那种比较容易窜那种体质，就是我从初中以来一直就是挺容易窜的，然后来北霸以后好一段时间就，然后又不好一段时间。我操，你可以抽几张，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肠胃也都不太好。六，好高级，油也不减。我没吃华莱士，我这几天都，我很久没吃了。最初的记忆，你至少还有记忆呢。我觉得说不定我运气好，又不拉了呢。烤肉才有，有可能没烤熟，太有道理。哇，你们是不知道我昨天去聚餐，我昨天去吃饭，有点像。我们昨天不是去公司聚餐嘛，然后我想吃个饭吧，无所谓，我的刘海是这样的，反正这喷了发胶，它现在有点铁，拿不上去。反正就是昨天拍的那个样子，那刘海全是竖在上面的。要加30，我没有，我坐在不加钱的那一桌，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，我吃不了那么多，我觉得也没有多几个品种，然后我就，它有两桌，一桌是自己加钱，然后可以吃不限量，然后品种没有，就是更多的品种，还有一种是限量的，然后就那么几个品种，所以我就不是那个31是自己提，如果你要吃另一种的话，对，自助。我真的很尴尬，我蓬头垢面，你知道吗？真是蓬头垢面。我头上的发胶，然后因为我当天直接睡了，太困了。我是打算吃完饭然后去洗头的，昨天。然后吃饭的时候，我头发就这样的，就翘着的，就翘着，因为它还有发胶。然后刘海也是，因为我晚上戴眼罩，那刘海是竖着的，那刘海竖着往上飞的。然后姐姐就是她把我们带过去以后，她可能拍了一张照发给公司嘛，发给公司看，然后。为 所不足，对、啊，晚上好。然后我就坐在那，直接拍了张照片。就是他今天还在笑我，他说他看所有人都至少是正常的，只有我一个人就是头发是飞着的，然后刘海是往上竖着的，然后坐在那里发呆，还穿着睡衣里面。然后后来最尴尬是主要是我们刚好坐在靠窗那里，我们本来在那玩呢，玩着玩着，然后突然听到 TT。粉丝，粉丝，粉丝！我以为他开玩笑呢，我一转过去，我真看到粉丝了。但是他们可能没看到我们。然后我们当时统一的一个动作就是把口罩戴上，我们把口罩掏出来全戴上了 因为他刚好冲着那个外边，然后他们只是进门来，他们估计也没看到我们，他们只是进门来。然后我转过去，他刚好看到他们进门的那一瞬间，我一看那个背影，我就说这真的是粉丝，完蛋！然后我当时，反正看到素颜的我们，那谁知道，反正就是遇到了，就是我们真以为他开玩笑，我们以为他是吓我们说着玩儿，结果一转过去，我说，然后我说我想出去夹个西瓜，我都走到一半了，然后李思奥他们。我求你了，你不要出去可以吗？你要什么我给你拿，我求你了，你别出去了。我说，那我想吃西瓜，因为是认识的人，因为我知道他是谁。你爸反正是遇上，然后很尴尬，还好是背对着坐，虽然人家可能也不感兴趣看，但是还。但是我当时，
我戴上了口罩。都认识的呀，什么意思？都认识，嗯，对，北京的粉丝其实你基本都能，你基本看脸你就认识，更何况是熟人。我照帅，我都知道 ID 的那种。没有了，就是你看多了你都认识，你们多来几次我也记得住呀。北京太远，反正肯定不是，嗯，确实不是我粉丝。我本来我真的我本来说反正也不是我粉丝，也没有人在意我，戴上口罩出去拿点东西。他们说，他说我求你了，你别出去。我说，他们说有什么你要什么我给你拿，行吧？你别出去了，我求你了，你这个样子还是算了。我也觉得认不出来。我觉得要是能认出来，那也只会是因为我的水母头和黄头发。我素颜妆后差距大，我都不记得你，怪你来的少。看头发颜色辨别小象，我就觉得我反正不化妆应该没有人认得出来，除了头发，我主要是我的发型，你知道吧？他应该还是知道的。因为我发现我适合扎头发，感觉能记一辈子。什么意思啊？就你是说我记性不好咯？你不看人多看两眼才认得，好尴尬呀！我今天一上班，然后我今天上班的刘海不是大中分吗？大中分，我今天刘海昨晚睡的就睡成一个大中分，然后我一下车，我说那么早应该没有人，一抬头，我看到有人他举起了相机，那一秒钟我的第一个反应，挡住了我的额头，后来他私信发给我了一张图，我眼睛都没睁开，笑死，他阴阳怪气，我看着。谢谢你，现在我反正就是有人去的早，你不能说人家去的早就是无聊嘛。去晚了，要不能接上车。我下来的时候刚好他可能就顺手就拍两张那种，然后我当时会被当做思义真的是纯纯的素颜没戴口罩的出去了。他以为是 staff， 结果人家喊了一声"思义"，然后他狂奔躲进去了，因为那个，我觉得天暖和的话还好，天冷的话还是晚可以晚一点，天冷的话太冷了。思义就以为是 staff， 然后他就自信的没戴口罩，但他还好，因为我觉得他化不化妆差别也不是很大，你看不出谁是谁，确实，冻得不行，去不要在外面干等着，太冷了，天冷了，我这两天看的有好几篇末，我发现了我这两天看的末世文。有分两种，一种就是下大雪，然后天寒地冻的那种；另一种就是一个两个，另一种就是丧尸。有这两种模式，别的我没看到过。所以就是不要在外面，太冷了。我不是怕什么。我看文字的话我就不怕，但如果你让我看到画面的话我就害怕。
我至今记得《釜山行》那个充满了巴掌印的门。我到现在我都害怕，周末不看，难道不是周末人才多吗？我不懂，可啊，我就没玩过蛋仔派对，我怕我上瘾，我也不理解，周末难道不赚钱，不是要赚钱吗？我知道了，他就是很有钱，他只想开着玩，就像我们以前中心楼下那个剧本杀一样。他这样开来自己玩，非常有道理。我觉得我太会分析了，没有人比我更会分析。我现在状态就是，哎，上班，哎，上班，我是这样。你可以直接找前台要，他应该会给的。你直接找他要。我现在就是没纸了，我姐戒指，姐姐没纸啦。然后我今天在后台找鞋也是，姐姐我的鞋找不到鞋，姐姐。后来我把所有人的鞋袋里面刨了一遍，然后找到了我的鞋。管朋友要，不要烦他。还好吧，你至少还要，他肯定会给的。你就直接问他要纸，几张纸，我觉得公司还是负担得起。88也应该可能没有那么抠吧，逐渐不确定。想给我不需要订，我可以直接拿，我用自己的双手去获得。来烦你。我每天姐姐犹豫半天啊，那么抠，那他水不是一般都是会发的吗？为什么突然那么抠？阿、啊、秋，那倒也是，你这么说的话，那倒确实也是穷，弄丢了想多要。丢了，我觉得再给一瓶挺正常的呀。按理说，我没闭眼，不懂抠。我之前去重庆面试，他还给我一瓶水呢。我大三刚开始，如果开学的话，不给 staff。可以，不要截出去，不要让他们知道是我说的。什么叫我才大？那我这不是耽搁了吗？我不耽搁的话，我，哎呀，我要是没有上学晚的话，我已经毕业了。准备，我喝，让我喝，我喝光。毕业了再来，就晚了。文天巡视北八广场，特别好笑。他说北八那个礼包里面的 T 恤尺码是随机的，穿上人都完了。我当时，真的很想笑。开学上我没有，我得上线下了，所以我只能暂时休学了。喝冷淡也，那不是我说了算，真的随机尺码。但是我就觉得他说穿上人都弯了，真的很好笑。那个衣服版型超小的，白色的可能会大一点点，但是黑色会偏小。我那天看到他那只人都弯了，我分享给了好多人看。我们非常快乐，不用回避吗？一般粉丝会躲开的，一般正常情况，拒绝见到小偶像，
就好像见到了洪水猛兽。黑白两件全，想想谁会传？也有人会传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一般是很少会拿来传。对，一般，哪怕是在厕所偶遇都会这样的。你穿了，每个人不一样。一般，我觉得像那个洪水猛兽，会不会？他画了好大一张画，我要会画画就好。筑巢即筑巢。没关系，现在不在那边了，就不尴尬了。就传，要是被拍到要被拉黑，真的吗？还有这种事儿？你穿呗，我也有签了的。然后他机长的时候穿给我看 这个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嘛，自己的东西，每个人自己的东西嘛，自己处理。拉黑，三局拉黑，拉黑就是把你拉黑。你想体验一下拉黑吗？你想体验一下被拉黑的感觉吗？穿着靴拉黑你，凭什么？你给我一个理由，你给我个理由，我说不定能把你拉黑。三局拉黑。我只听说了一下，因为我是听有人跟我说有人被拉出去了，但是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儿，我都没注意到。后来他们跟我说是喝醉了，把他架出去。我只看到有一会儿，然后他说合影什么的，然后李维哥哥把他往外推。我只看到那会儿，但是我不知道是干啥的，是后来那个合影的时候，他跟我说的，说我才知道是喝醉了，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喝醉了呗，李总不知道，斯塔夫呀，救命呀，救命啊，绝了呀！我当时也没太注意，我当时要困死，我眼睛都睁不开。我当时，我真的眼睛睁不开，我每天在剧场打1万个哈欠。他在外面喊北八该整顿了，什么？看 公，他看完公演，然后喝了酒，然后，怎么来了？鹦鹉取个名字，你姓什么呀？姓李。哎呀，取名字这个事儿。你鹦鹉长什么样儿？你看完，对，取名字这个事儿，李四浩非常在行。我说是，就边喝边握呗。那不是我说的。叫李四浩吧。李四浩，说叫大鹅，为什么谢妈巴现的玫瑰花呀？为什么叫大鹅啊？大鹅，不要叫大鹅，叫大鹅，大鹅，萨瓦迪卡，萨哇，这个歌我真的是学了，我觉得我学了一辈子了，我终于把它跳了。好吧，其实还好，我只要不是怎么样，因为我在泰国上学的。那玩意儿是刚出道的时候爆了，这次还好。我当天记得第一天记得挺清楚的，今天我脑子有点不清醒。说实话，我今天上台我都是脑子都是晕的。我当时上台我都不知道我该干些什么，所以我有时候我就断片了。我今天我的那个不是天使，我跳到
我跳到那个间奏的时候，我都懵了一秒，因为我脑子是空的，你知道，我今天状态真的有点差。我今天脑子空空，我纯凭那个肌肉记忆，你知道吧？我真的脑子空空，没吃饭。我吃了几口 C，早上拿了一个玉米，然后我让他给我掰了一截，然后吃了几口，吃不下，就是觉得晕晕的。我吃了，就是那个关东煮，我一直在纠结那个盒子，然后最后把关东煮吃了，把盒子揣回来。没事，十个人姐妹个儿。满月，你在这看来新人出道的哦，我认了就行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拿来接着用，多浪费呀、啊！我学泰语的，也没有低血糖，只是我脑子就是痛，头很痛，今天头很痛，而且是晕的，就是脑子完全就是不清醒，什么都就脑子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不信。我是不信你，我真的真的脑子很空。我今天上台以后，全凭意识，全凭我自己，全凭我自己，就是跳了那么多次的，就是那个肌肉记忆。没有，是那个猫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恐怖。那个猫昨天晚上先是在那个窗台上，那个窗台呢，它是连着我的床的。就是我的床，这是我的床，我头在这儿，那个窗台这一截儿到这一个部分都是窗台，然后他们在这儿打架，他们在这儿打架的话就会，就我这头就一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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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然后过一会儿又在我后那个柜子后面有塑料袋，他们踩那个塑料袋踩得噼里啪啦，然后再过一会儿在我床底下打架，然后我那个床底下就嘣嘣嘣。我从来没有那么讨厌过小猫咪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跟得上打 call 了。你打着打着，你就无师自通了。我可以信。好的，那我相信你。找新人签名。真的，我昨天一直没睡着。我昨天躺下了以后，我真的啊，我整个人都不太好。看了一天的口本，对，我宁愿他在我身上睡觉，我也不要他在那跑酷，在那打架，关起来，都关起来他就开始叫了，更吵了。说到啥呀？真的更吵了。如果关起来，好像喵喵叫。我发疯了，我立志不会让这三只猫在我那个白天的时候，泰语都不会声调，我都快忘了你说。我说实话，我真的快忘了。搜一搜，北巴音，呸，泰语音调，我真的太久没有那什么了。我不要语，但我只知道泰语有5个音来着 我都快忘了，我真的太久没有学泰语那不会，我还是能捡起来。我记得是。那什么？哎，他也没有那什么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啊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太久远了，那是2年前学的东西，2、3年前做不到。8年后，干嘛？我搜不到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记错了的话，那你就当我在放屁。
我在抖音直播，我不要。我销声匿迹，我去洱海开个客栈，开客栈，过爆的拍的。你说合影吗？你捡到了一张吗？早呀，早上好。嗯，我本来都想找点茬。哦，因为那张爆了，那张脸鼻子都看不出来了，那张爆的鼻子都看不见了。然后又重新拍了一张，对，当时爆，当时特别曝光，那个我整个脸只看得到两个眼睛和一个嘴巴，他 ID 他是挺白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。是叫这个吧？那单腿，他挺可爱的，找了几个替身，他是那种挺娇小的女孩子。你什么意思？那哥哥怎么办？阿爸爸，这会儿阿爸爸，什么意思？这会儿阿爸爸，我服了。我今天吃什么了？我今天胃有点痛。我不仅看到了，我还要给你截个屏，你信不信？封口费。为什么不见？主要那张拍立得也不是他那什么的呀，没吃晚饭啊，1点了，你找点东西吃吧。没吃晚饭的话，可以收藏单推的那个女粉六。单推张晨一把，你怎么不把蛋喜欢浪把？你怎么把喜欢浪给删了？嗯，小峰，你以为那是个小偶像？没有，是一个挺可爱的粉丝。你别说，我觉得他比我像小偶像，好尴尬呀。我不知道今天有合影，我要知道今天有合影，我一定会好好打，我一定会好好遮瑕的。我劝了，他拒绝我。我其实是劝了的。对，你不喜欢？我真的，你只要买一张拍立得，你只要买一个拍立得，然后那什么拍不出来，但是会被你们发现，会被你们看出来皮肤很差的事实。其实还好，是还好，31号那天是没有合影，那天我的皮肤卡粉，哇，那天那个脸卡的呀。经过我这两天孜孜不倦的护肤，我今天至少没有那么卡粉。我没有，我只随便说一嗓子。不适合黄头发，还好我那天卡粉卡死了。你说我那天就是打完粉底，之前打完粉底也就盖住了，哪里干也就能盖住。但是那天打完粉底以后，
皮，真的很干，吃了皮生。看到，是吧？超级差的皮肤，我那卡死了，我那天。冬天真的不能不护肤，我平时护肤太敷衍了，你知道，我就是抹个水，然后想起来抹什么抹什么，可是不好说谁啊，确实，现在有好多 ZZX，现在 ZZX 可多了。天使，蜘蛛侠，对，是蜘蛛侠。蜘蛛侠。哦，吱吱蹦，童话里做英雄。我刚好像想起来什么，但是我又忘了我想起来什么。我今天到最后还是没有点那个寿喜锅，因为想了一下，还是算了。1030，我当时那个头发当时就是正好非常尴尬，它是那个绿色，有点绿绿的，有点怪怪的。然后我当时当天拍，当时当天拍完那玩意儿，我立马我冲去理发店把头发漂成黄色。哇，真的，我要是可以中分的话，我这样我就不，我就，我要是能中分的话，我都不要留，我都不要黄毛了，我直接就染回去。中分多好。他们说，富婆都是中分。我这个层次感，我这个是有造型姐姐吗？你有造型姐姐，你也可以。我那个，他们说有钱的人都是没有刘海的，就是，所以我要那什么，这个嘛，因为喷了发胶，我头发老直，我试试第一双，对，中分感觉不适合高的，像很，我差点读出来了。啊！我差点读出来了，停摆！你再摇一，你睡了。我想尝试一下，我想尝试一下低，我想尝试一下中高。这样的话，我就能扛住威秀的灯光了。改变不了灯光，我就改变我自己。实在不行，攒攒钱去种个发际线。你配的没有，他那张是作废了的。我当铁蹄。作废，是我记错了吗？作废了不可以自己拿走啊！作废了的是那什么？作废了不可以，作废了是公司，我敢，我不敢，这才叫啥？我记得他跟我说的是，我现在脑子混沌。不、哦，他就跟我一开始说了一下，然后。我都忘了，一个两个字，我只记得，如果他来的话，我知道他是谁。不知道，不，他玩口袋，他告诉我他的 ID 了，他玩。但我当时脑子不清醒，我真的记错了吗？
零，他是那个，他是英国的，他是英国的，这还有第二次，哎呀，反正我昨天脑子真的不清醒。我这两天真的不行，我觉得我翻牌可能明天，反正今天回一部分，明天回一部分吧。我真的晕晕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随时都要闭上眼睛。已经四个，四个了吗？一二，对哦，四个了。明天，我想明天弄两个，我想明天弄两个，然后周二休息，不对，已经周二了，明天周二了，明天弄两个，周三弄一个，然后周四练一练，脑子缓一缓，周五就考核了，周五要过一遍，然后周天就演。下楼吧，可以不办吗？哎呀，当时选的时候没想到会那么赶，但好在我昨天扒了一个，四天后又见，确实，还好就没有好久了，八号的话，没几天了。就是这周末，对，而且两天都是五场。周六我倒没有注意，难顶五场太早了，哇，我的天呐，承受不住！你知道今天整一个化妆室都是这样，就是。又不敢睡，睡了就肿了，眼睛又睁不开。我说的人会动，确实。能当天回家，但五场其实结束也还是有点晚了，就八九点这样子，肿肿的。我一拍了一张图。挡住我的刘海他们可能不知道，我当时也种种的，我当时出道也是，就是尤其他们还是五场出道的话，就最后那什么，没办法，我收到了，我当时看到相机的那秒钟，我第一个反应保护我的尊严，你还没天亮，早上真的很肿，不容易消肿。周一可能起不来。周一我们一般会放假，去拍。那倒也没那么在意，主要是刘海得挡一挡，我是大不能露出我的大额头，羡慕羡下，会有机会的。明天要上班，1:43了，你才反应过来你明天要上班这个事情吗？孩子，蹲在前台跑，什么时候啊？我反正不让你拍，我无所谓，主要是拍了也不好看，就是大家随缘，只是说也不好看，也没有必要。哦，因为是这样的，姐姐说谁要跟陈真真一张车，我们以为是一张车的话，可以赶紧可以马上走了。我们说我们，然后他说，哦，那除了跟真真一张车的人都可以走了。我们在那蹲着等，我们在那等，对，我们在那等着呢。
谁？对，我们以为可以先走，我们以为可以先走，所以我们说我们，结果哎，结果原来是后走的。我们特别激动，我说我们，所以我们就在蹲在那等，我们就蹲在那等了很久。谁知道呀？他就说谁要跟真真一张车走的？我就说，快睡着，我好困，我今天眼睛都睁不开了。我这两天上班，我就是，我真的，我这两天就是，我坐在那，我眼睛。我以为就是一张车的话，就是一起走了，直接就走了。就是当时不是已经走了一车嘛？我以为他问的话就是第二车。不早点休息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干什么了，但是我觉得我没干什么，就到那个点儿。可能因为我半夜起来炸了个豆腐吧，无所谓，我会在凌晨3点炸一锅豆腐。真的，他们今天跟我说什么，什么现在知道怎么样，巴拉巴拉巴拉怎么样？我说无所谓，我会在凌晨3点炸一锅豆腐。真的，我昨天晚上本来只炸了一点点豆腐，打哈欠，我太困了。我坐在那，我就是眼睛已经睁不开了，就是跟你上课打瞌睡一模一样，就是你眼睛就是这种状态，你知道？用我的方法，是吧？真的有用，好吃吗？这是什么呀？好吃吗？我炸豆腐，我昨天我哇，我给你们推那个豆腐，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，给你们推一推。还有那个年糕，我给你们推一推，特别好吃。我已经给很多个人推荐那个链接。我真的困死了，我今天困傻了，我就看着，哎呀，门口应该也没有人拍，我就。你知道，就是在 MC4上台前，我都是坐在，就是他那个后面不是有个台阶，我都是坐在那儿。然后他一开门，我包浆豆腐，我给你推那个拼多多的那个豆腐，特别好吃，炸一下特别好吃，然后配那个丹山的辣椒面，没法拍正好当时。哎呀，我太困了。我昨天睡了一个多小时都不到，所以我刚刚补了一会儿。我回去给你们推，我已经有五六个人，跟我要那个豆腐和那个年糕的链接，在我手上。我太困了。今天不熬，上去吃个饭我就睡觉了，我要接着睡了。太困了，受不了了。这点广都哪来的广子给我接？没有广子可以接。是吗？那个豆腐真的很好吃。这样应该不能吧？我觉得之前那样也挺好的呀。为什么今天突然一下这样子？那个豆腐真的很好吃，配丹山辣椒面，一定要配丹山辣椒面。昨天李嫂不是特别一毛吗？我出去聚餐，我看他没怎么吃饭。我说炸都炸了，叫他一声，叫上来以后吃了一锅，然后我说吃吗？他说吃，然后又炸了一锅，然后他说，然后我想着差不多了就没炸了，然后他问我，你可以再炸一点吗？我还想吃。我说我炸一锅你能吃完吗？他说应该吃不完，但是我可以带下去给哥哥。我说行，那我给你炸一锅。结果他在楼上把那一锅全吃完了。无所谓，我会在凌晨3点炸一锅豆腐。不在长焦，不是因为长焦好重，主要是麻烦带着。没关系，我们朦胧美，我们讲究朦胧美。我就是那个豆腐西施。
我给你，我等我一会儿给你们推那个豆腐，真的很好吃。下班出去排队，确实，确实，上班排，主要如果他这样的话太远了。快门问题，快换。触及到了我不懂的世界。我真的经常半夜炸豆腐吃。我每到半夜，哎呀，馋了，炸一点豆腐吧。索尼他吧。只要拍的我好看就都好，不臭，你不臭，香的嘞。配丹山辣椒面，香的嘞。对，可香了。我已经给无数人种草了，等我一会儿给你们，好吃的嘞。减肥秘诀，没有，就是干饿着，就是饿，少吃点，少吃点就瘦下来了，少吃多动。没有秘诀，我朋友以为我在这种，他说他可能想着我这样了，说不定我会有什么，就是减肥餐呀、啊、什么的可以那什么，但其实我说。没有，晚上炸豆腐，嗯，无所谓，我会在凌晨3点炸豆腐。刚痊愈不能多动，嗯，但是我还好，我可能算运气比较好的，我该动的我也动了，我啥也没少干，但还活着，还活着。然后我刷到了他们的 focus， 嗯，但是确实说明是有问题，确实是有问题。我今天心跳就是我能感受到不正常，我能感受到我的心跳不太正常，然后头也是痛的，然后脑晕的，整个人都是晕的。我到上台我都是晕着的，我觉得不行，不能这样，我上台我都是晕的。我今天真的有点不太行。杨康也好，第一天31号我真的也我也是还是记得好，我还是会戴口罩，平时都戴口罩，因为我不戴口罩的话我眼睛箍不住，我眼睛会掉下来。我必须要戴口罩，我的眼镜绑在口罩上才可以。这在我们录音室是没学校哦，可能是，反正就是我今天早上整个不太对劲儿。我每天在刷，我闲着没事我就刷北八广场。换一个，等我回家换昆明便宜。我等回昆明换，马上了，快了。我快了，马上我会换。我刷我自己的广场啥也没有，没什么好刷的。我的广场啥都没有。我的广场，嗯，哎，有反图，有我没看到的反图，哎，什么？我发现了没见过的反图，一会儿切个好去点个赞，嘿嘿，自己做一幅，我不会做呀。好吧，确实时不时搜一搜广场还是有用的，看看，就是这个，哎，试试。这个，还挺好看，嘿嘿，我都没看到，怎么看？我没看到，我都没看见。这张还是关博姐姐给我拍了以后，她说要戴口罩，自己切啊。那我没有这个手工，我觉得这个也不错，这个还挺可爱的，我觉得。对自己长得非常自信。我感觉我没有那个本事，我们还是交给人家去干算了。
但我现在配眼镜没有很贵，但还是要几百块钱。但是我一副眼镜还是能用很久的，我这副眼镜用了好多年。眼镜，OK，哇，我明天是不是该带醒醒去打疫苗了？完了，明天得去打疫苗，自己去买镜框，哦，也可以，80左右。我那拼多多看到那个眼镜也是，它带度数的也是那么多。我就有点怀疑，我有点不敢买。醒醒是8月20几号的，我记得是。醒醒是8月份的小猫咪。5个月了。那墩墩是6月20、7月20、8月20、9月20、10月20、11月20、12月20、1月。哦，7个月可以绝育。7个月的时候就把墩墩和骨灰拿去绝了，主要墩墩体型有点小，我没赶紧给它绝育。本来想着6个月就把它绝了，但是它体型有点太小了，它看着跟醒醒一样大，它看着有点太小了，没敢绝。干嘛？它哪里有什么好心疼的？它就是个大母灵，它又不需要这个。我真的确实有点害怕，我妈发现会骑母猫，为什么不心疼我们星星？对，就是真的会很麻烦，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我现在还在找寄养，在研究寄养。墩墩哪里比我可爱了？哪里有？中性公猫真的很多，但查签也是大不灵儿感觉。我觉得这个中性的猫母灵居多。我这个衣服是这个，立牌，有波波吗？签 是熊灵，查签好大一坨，他是大 gay，我们的大皇子、二皇子和大公主，你帮我看看，好的。我一会儿下播去看看，因为我现在收不到，我现在看不到。有人好像上，哎，草莓炸，什么草莓？这是草莓炸弹。哇，我新买，我那个锅可牛了，我那个锅可以炸那个溏心的蛋，超糖的那种，超级溏心的那种，特别糖。彩色的一颗糖，出国 为什么不能是波波？波波很好看，波波是会盖被被的小猫咪，它会盖被子，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厉害。哎呀，我看到，但是我点开，我怕我一会儿直播给我退了。我们波波是会盖被子的小猫咪，你要给墩墩或者醒醒盖，他们就不乐意盖。但是墩墩会，不，但是波波就喜欢盖被子，波波还喜欢披着被子到处跑。有没有衣服穿？没有，没有。他俩估计也穿不习惯。我其实给他们买了衣服，但是都被墩墩藏起来了。
现眼黑吗？我觉得顾辉如果他的鼻子不丑的话，还挺好看。可是他那个鼻子太丑了。我们一致认为顾辉最丑的地方是他的鼻子。他如果鼻子不丑的话，他会是一只很可爱的小猫咪。有点眉目，他还挺黑的，那种长毛，长毛容易沾屎，还是短毛吧。醒醒最省心了，他埋屎埋的可好了，埋屎埋的特别好，而且不沾屎，从来都不沾屎。墩墩今天沾了那么大一坨屎，真的是那么大一坨，我都心梗了，我今天我的我。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在做造型的时候，我跟姐姐说我的症状，她说你要不备一个速效救心丸吧？我说啊，也没到这个地步吧？她说你还是备一个吧，我觉得有必要。我说 粘了那么大一坨，剃了已经，但它粘在他腿的附近那个毛上去了。我总不能把它屁股那圈包括腿都剃了吧？就是我真的很无语，这个猫是怎么做到？我床。倒也没有，都是屎。他好像还没有上我的床，但是我要换床单，因为我昨晚过敏。我昨晚过敏，就像是那种过敏，就像在当时在上海隔离那会儿，就用了他那个床单，然后就是身上起了很多包的那种，起了一大片包，然后特别痒的那种。昨晚开始起，然后我打算一会儿。就是去换一下床单，我估计是螨虫什么的，白鼠泡脚，为什么泡脚？起风团那是什么呀？反正就是一片一片的那种，很大一片，然后就一片，然后有很多很多包。左，哎呦，那是啥呀？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多包，然后巨痒。我昨晚就是这样，就是风团哦，起个皮，你要睡着了。哎，我昨天我刚我今天排练的时候，我还在想把我的螺拿回来。到时候谁要是我一直播跟我说困了，我就，我都不敢敲那个螺，那个螺可响了。我不到10分我也下了吧。我说，因为随便买的，但他就说自己准备道具，然后就随便买了，还早。那播到2点半，我就买了个螺。我一开始买的是一支铅笔，挺正常的，但是丢了。后来我买了个那个喇叭，喇叭也丢了。然后最后就只拿了一个螺。我的 cos 喜欢的东西，我随便买的。啊！哇！你掉到地上那一秒钟，我说。我完了，然后今天那个都是思义重新拿他的丝带帮我绑一绑，猪八戒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爱丝巴，倒也没有那么爱了，但是也没有那么喜欢。对 cosplay 那首，这就是 cosplay，还有。哇，天呐，我今天那个制服鞋太滑了，我今天又差点摔了。谢谢天后的猪，太滑了那个制服鞋。就是敲我敲锣打鼓过年，我这穿的是嘟嘟喵，太滑了，我的天呐。我每站起来一次，我都要被滑一下。是怎么会有人发明穿这种东西在台上跳舞？我跳舞最喜欢穿的鞋马丁靴，方便好穿。最喜欢 cosplay，为什么呀？我就觉得我最喜欢的是素，就是素那首歌一开始分歌的时候没有分给我，然后当时我是有春日的。但是当时韩雪说她想要春日，然后，
本来他当时是请假了，所以他本来是不能挑的，但是因为我刚好也想挑，我特别想挑素，然后我就跟他换，特别简单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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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慢慢的情况，我主要是真的纯喜欢这首歌，然后当时没有给我排，他没有给我分这首歌，然后我说我不行，我一定要这首歌，然后他说他又刚好要提春日，那天老师本来都要发火了，因为他本来就他当时是请了假。然后因为他的腰伤嘛，他请了假的，所以就是他本来是不能提要求说要上什么，就是说 就是老师说他上什么就上什么的。当时他提了以后，老师本来都要发火了，但是我刚好就是我想上素，我想跳素，我说那我换我要跳素，就虽然我都很喜欢，但是对比的话，我素是我一定要跳的，春日是我喜欢但我可以不跳的。我可以之后再找机会跳的那种，我就是喜欢这首歌，单纯的喜欢，但是我不知道它有什么故事，但是我是单纯的喜欢这个歌。没有啊，春日我没上，确实无所谓。哒哒哒哒哒，凳子在长老手里摇摇晃晃，哒哒哒哒哒哒。他还没能来得及长出那胡须，哒哒。我一开始跳的位置是那，那看不到，全是那个伞，那也还好，那就无所谓。就像春日和晨曦，我也会选晨曦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晨曦会更有意义一点。初日很好听。我最喜欢的这歌就是像《初日》啊，《地之兔子》啊，然后钻石呐喊这样，晨曦。对，但是我今天跳顺拐了，我今天跳错是因为我跳顺拐了，变不过来，变不回来。我今天跳错跳，我今天跳错了一段副歌，一丢丢，顺拐了。本来他的脚不是顺拐的，我跳着跳着顺拐。也不错，那倒不是。星空眼也有一首我很喜欢的歌，有一首我特别喜欢，就是跟第一只兔子啊、初日啊差不多一个年代的，也不能说年代吧，就是差不多类型，而且就是差不多火的那个，没看到你，因为就确实没有我。黑猫 party，黑喵 party，那个，哒哒哒哒，我上，你知道黑喵 party，我当时排的时候被骂了，因为我当时穿着外套，因为我当时很冷，我当时很冷，然后我穿着外套，然后当时还没有总选，我当时还没有名次，当时就是16名，16号，然后，但是他给我分的是15号啊，但是我觉得无所谓，反正这两个是一样的，反正就是当时他不是有个这个吗？我穿着厚外套，然后手就伸不了，我不可能穿着厚外套手这样，然后手就特有点抬不起来，然后就被骂。我也不想有这样的机会了，说实话，不想有这样的机会。不是睡衣，就是一件外套，就是一件普通外套。当时的天冷。当时天冷，然后就是我穿了一件厚外套上课，然后他，当时老师就觉得他可能觉得就是跳了那么久了，你怎么可能还冷？然后巴拉巴拉，但是我确实就是冷，然后我穿着外套被骂了。你也准备好了？我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了，还行吧，还行吧，还行吧，就是喜欢但又没那么喜欢，但是还挺喜欢的那种。总之会比重生计划那样一整套的让我更喜欢一点。一分钟，不看他的 cos，他们的 cos，为什么呀？你背下来吗？其实我觉得那些歌你们应该都会。千秋乐就是这个公演的最后一场。还有就是，一般成员毕业啊什么的也会说是千秋，
就是成员，比如这个成员要退团了，然后他最后这场公演就解决了。还有就是这一套公演最后跳的那一场就解决了，就跳完就换新公演了，听多了就会了。确实，虎火发动，嘿嘿。我印象最深的是踩我踩我。对，其实你听多了自己也就会了。到点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睡了，眼睛一会儿真睁不开了，我开始耳鸣了。晚安，拜拜拜拜，晚安。就翻牌，我可能还是会晚一点回，我可能今天不一定能回，会晚。晚安，拜拜拜拜。哎，卸了吗？谢谢女王的牌，我忘了卸没卸。谢谢大西的牌，拜拜，晚安。